反转焦糖凤梨蛋糕的做法是：凤梨切成1公分后，扇形状的适口大小，黑糖、柠檬汁、植物油、二砂糖混合后，倒入烤模均匀铺平，铺上凤梨片压紧，不要有空隙。滴进面粉、盐与泡打粉过筛后，以打蛋器混合。豆浆分3次倒入植物油，用打蛋器快速搅拌，最后加入糖搅拌均匀。干材料分2次倒入湿材料，充分混合。将面糊倒入烤模中，放入烤箱45分钟，取出后冷却20分钟即可。